哎呀，老奶奶怎么了，老奶奶？哎呀，哎，老奶奶，啊，有人呀，有没有人呐？救命啊，老奶奶摔倒了，有没有人呐？怎么没有人啊？小女孩不慌，奶奶就是摔了个跟头，没事，但是奶奶脚疼。奶奶家就在前面，你能不能扶奶奶回家？差点要酒。扶你回家啊？对呀。啊，那好吧，你起来小心点。哎呀，哎呀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小女孩，你这个学精神真好啊！到时奶奶跟你老师表扬你。啊，谢谢奶奶。哦，谢谢。走吧，前面前面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慢点慢点慢点。美女呀，哎，这就是奶奶家了。这就到你家了。对呀。哎呦，那我扶你到家就可以。我哎呀，不行了，我你看，你都救了奶奶一命啊，来，一定要到奶奶家喝杯水先。还有奶奶那个铁打药酒放在柜子上面，奶奶还够不着，要是你找了我够了拿那个药酒再摔了，那就他就死了。这样子啊？对呀。那进去吧，我帮你拿一下吧。嗯，你帮奶奶开门吧。好的好的。慢点啊，奶奶来。慢点，慢点。谢谢你啊。那我奶奶关上门啊。好的好的。慢点，老奶奶。哎呀，慢点。妹子，你真，你多少岁啦？我啊，我今年21啦。我21岁可以嫁人啦。没那么快，我想读完书先，你先坐着。坐着。你坐着先吧，我也坐着啊。坐，你在这里，我就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就回去了吧。不用去学校，孩子，孩子干嘛？你孩子在家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我是哎呀，坐一下先，坐一下先。什么？还没感谢你嘞。不用客气吧，老奶奶。干嘛吗？孩子啊，你不是想要老婆吗？妈帮你带了一个回来了。做过啊？你觉得看看喜欢吗？好像很小。21啦，那行，那我去拿东西啊。老奶奶不用那么客气啦，你人那么好。应该的，我先回去吧。在这里也不好，也打扰你们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妈妈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放开我啊！我跟你说什么？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妹，小妹，不听话。哎呦。还在这里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境不错了，我就一个独生子，以后我那些棺材板都给你。对，我妈有棺材板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叫我家帮我生一个一儿半女，是孙子，然后到时在我们家享福，还读什么书？女人读那么多书没有用啊。始终还是要嫁人生仔哦。对呀，孩子。那我先去买菜，我要炖炖。是啊。今天晚上开工。行。那我就去买菜了。扶到里面去，在这里，把那些做农活那些看到。对呀，哎呀，我照一招真灵啊！灵啊！干嘛你？妈，那是跑了，快点跑了！妈，你好了，我跑，你竟然跑啊！抱回孙子先，来，给回孙子我们，给我儿子我。打他！快来！我跟你说，还生你一个，你最起码你要生个7-8个。我不要，你抓我！救命啊！有事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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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开我！你给我老实一点！我不要，你放了我！快跑啊！你放了我！妈，你这个人帮忙啊！小孩放在床上睡觉。你这个人贩子，你放了我！我孩子都帮你生了，你放了我，人贩子！走走走！啊，可恶的人贩子！哎呀！这个人贩子！人贩子，难怪平时我路过的时候，哎呀，总有一些吵架声。搞定了！孩子，把他绑紧，孩子！哎呀，太吵了！不行！孩子，这家是人贩子来的。马上打电话报警，我们村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。喂，110啊，这里是飞梦村165号啊。对对对，
这里有人贩子，这一户人家他就是人贩子。刚才我路过的时候，看见他绑了一个女人，应该从他们语气中啊，应该绑了一年了，孩子都生了。刚才那个女人想逃走，在里面挣扎吵架，还有打，被我从门外全部听到了，尽收眼底。所以我100%确定，这一户就是人贩子，165号。对对对，你马上安排过人，安排人过来，把他们一举歼灭。好好好，马上过来了，好好，我在这附近蹲着。好好好，好的好的，马上过来啊。哎呀，这个是人贩子啊，现在安静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我过去军口那边蹲着。